是沈佳慧 Cindy 老师。凯撒琳英语教学讲座在三月份的春季展开，主题是双赢首部曲。老师，你的教学 clear 了吗？我将以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的理论为基础，结合数位学习新工具，带领大家进入教语学的新纪元。我将在台北、桃园、高雄、台南、台中还有宜兰和大家相见哦。周末时段又是免费的教室成长专业工作坊，快和您的好同事好朋友一起来报名吧。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round Taiwan in the new semester.